小顾，我们回来啦！感冒了，你怎么不起床，菲菲？啊？快起来，我带你去挂水。我受不了。你不热呀？头疼，明天要去带货，明天要去山东了。明天去山东？嗯，我要去划个水。你不也没感冒啊？没有，都没有流鼻涕。谁说这里感冒非要得流鼻涕？啊？谁说这里感冒非得流鼻涕？今天把这床铺一下。哼，叠好了。对。那我把这孩子接过来怎么办？明天早上送过去。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呀？我也是晚上才收到通知的，好不好？文扬，文扬送。我也走过去送。太远了，没法送。文扬把弟弟送回去。明天送吧。陈春，明天送你回去哦。爸爸要去工作了，小顾也要去工作，好不好？那个啥，我操，成那衣服呢？谁收的？衣服我当时在那个小姑的花园。成那衣服？对，我看见了。哦。我今天不是进去的吗？啊、哦。把衣服拿过来，把它换掉。换掉，反正很新鲜。啊。今天早上换衣服睡觉了。今天早上换。哦。今天晚上不能跟你睡了。今天跟哥哥睡。对，等一下，阿姨眼睛小眼睛转转。红领巾呢？怎么样？身上，对啊，跟爸爸学的，跟哥哥似的。你快起床，带你去挂水，快点，别说这么多了。我本来带着两个准备洗澡的，星期天两个人都没洗澡。听说你生病了，我孩子澡都不洗了，就回来带你去。走吧。快，这个也没空，真棒。习惯了，可能现在他就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会去接你。现在下个礼拜爸爸不一定接你了，爸爸有事哦，去工作。王一涵，嗯，你带弟弟在家玩哈。嗯。嗯，把弟弟带好了，看看我带着小姑去挂水。医院我不带你们去了哈。嗯。走了，来去，退退。你多长时间回来？啊？挂水。小姑挂完水我就回来了。打完点滴就回来了，好吗？在家里面听哥哥话哦。我也是，我是过几分钟。过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，可以吗？我是六十分钟吧。对，六十分钟。他还知道一个小时六十分钟啊？那人家一年级了呀。真的，你还知道一个小时是六十分钟啊？那两个小时呢？哎，真的，两个小时多少分钟？那爸爸走了哈，大家听哥哥话哈。嗯，你看，嗯，把弟弟看好了哈。嗯，什么东西危险的东西不要让他碰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弟弟给交给你了哈。奶奶，你奶奶还没有下班这会儿。嗯，天都黑了啊。快快走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们关起来，这是什么呀？走，你上来带他去楼上玩哈，我怕在屋里，在我这我调好。你的口罩就不要摘了，听见没？在家也不要摘，不然把我给传染上怎么办？走。带好了啊，小鹿走了啊。拜拜。再见，王爷。再见。现在已经到这里了。又来一个。又来。没熬住。又来一个。
最近流行这个。哎，没人了。啊？没人了。有人吗？下班了吗？有人吗？冬天？啊，明天还是来人？他们来人来人吗？没人呢。没人呢。吃饭了没？那个是吃饭了。值班室，哦，医生值班室，这里。这还晕吗？还晕。这个就是才来看的，头一晃都是一红一绿的。就是感冒了。来吧，有人。我怕走了，我看一下到外地，然后再感冒，我怕隔离症状，所以看好了再走。哦，头疼呢，一晃头啊。三厘米少，然后牙皮的那种。给他量一下吧。三厘米少，这种早的，两样看看吧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好凉啊！我都好久没有吃过了。嗯，狗就挂挂号。嗯，我要本人挂吗？要身份证呗。不用吧。提包。啊？提包卡。什么？社保卡。没有。正常吗？正常。不热哈？我说你不热吧？就是头晕呗。那你干嘛挂？我做了一百遍了，我就是头晕。那你要挂什么？你是不是血压低啊？还是高血压？啊？那咋的？我也要量一下呀。就是把你血压给量一下。那你怎么会头晕？缺氧。感冒的，我都说了，感冒的。那行吧，给你安排挂呗。我们家遗传性的高血压吗？啥叫遗传性的高血压？老爸高血压，我还能高血压，我不行了。那是几个血压？真远。这个离孔孔孔的离高血压多少近啊？我老爸有高血压。有呢。血压是吧？你看一下，看你够不够。这个地方我已经做了三遍了。带老爸来过，带老妈来过，今天带我妹妹来一遍，好紧张啊！我也好紧张，正常吗？正常，正常。电脑一打，帮我检查大，发炎了，啥都有发炎。怎么地？买点药，挂个水洗脸。看你挺高兴啊，啊？我回来很喜欢高兴。我带我妹妹来挂水衣，说她这个生病呢。生病了。嗯。来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是 VIP 今天。啊，今天你是 VIP。 嗨 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打声招呼啊。菲菲，我怎么那么黑呀、啊、会不会不黑。那天我二姐视频里面把我拍得那么黑。手机的原因。嗯？手机的原因。还好吧，不是太黑。kiss 菲菲 ，kiss kiss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好无聊。你这个猴子请来的助臂吗？菲菲 ，kiss， 快点！你走开！烦死了你！小菲菲不配合，没办法。
我生病了，能不能尊重一下这个病号？我手机没有电了，我出去等你啊，我去车上等你。我给你。嗯。去吧。算了，我陪你吧，我陪你陪到手机没有电。没事，不用陪我，去吧。kiss kiss。我来给你 kiss。啊，kiss kiss。我的妈！你抓我腿干嘛？啊，快点来了。啊。你抓我腿干嘛，贝贝？疼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的腿！哎呦！我跟你拼的我！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抓你疼的就是我。你抓我你就不疼了吗？疼也疼。哎呀妈呀！我的大腿呀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快！我手机丢了。摔坏了。我帮你捂着。我来捂啊，可以吗？没事。不冷。人家暖男不就是这个样子的？啊？对，我哥是个暖男。是不是？我帮你捂啊。低的快不？这样你会很冷。哎，还可以。你一定要抓住我，你一定要抓到我挂完为止工作，你才算个暖男。你要半途而废，你就不是个暖男。抓紧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自己说的。暖男要这样子当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必须得再抓紧了，我跟你讲。那就抓紧。广大网友都看着呢，我跟你讲。哼哼。抓着吧，我玩他手机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掉沟里去了，我不要当暖男。我不当了。你那里要当暖男吗？抓着呀。让飞哥来当吧，这暖男我不当。一共有三瓶，已经第二瓶了。你这里好苦啊！你这里好苦、啊，我走了一个人泡吧。哎，不会。就一个人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么大环境就。